受此应拥有帅气外表与低层嗓音，被外界封为行动费洛蒙，深受众多女粉丝欢迎。而近日掀起美国90年代毕业照风潮，受此也跟风抛出一系列自己的美式 AI 毕业照，只见造型从摇滚乐手、篮球员到街头风格，然而他却似乎不太适合这些复古打扮，让他本人都受不了，发文写下：为什么大家玩的都很好，但我做出来的这些人是谁呀？让网友们看了全校翻，纷纷亏他，你是目前看到唯一不适合这一系列的人，你当你就好，最后一张看起来超懵，笑死了啦。Bye.